这是现在进到了生产车间，这边都是原料，生产原料。然后我们可以先去拌料现场看一下，这边都是生产原料。一般我们用的原料都是中石化这边生产的，也就是我们不用回收料，都是用的是这种新料。这是我们的原料，这是原料车间、拌料车间，然后这是我们的拌料罐。像这个是中石化的去底新料，然后是这一款树脂。像这边的师傅这边在拌料，这是我们的拌料罐。看见了，然后这边现在目前就到了生产车间，这是生产车间，目前一共有15台的注色机，有的款式是一次就一整体的那种，它从机台上下来之后就现场就打包了。显得一种情况，我们可以再到机台去看一下。这是不同的机台生产不同的款式。线上有巡检，在随时检验产品的品质。每一个机台生产不同的款式。这是我们这一款模具，是生产的竹节椅。这是生产现场，这边有的款式它就现场打包的。这现在是在打内销的产品，然后这边的机台也是在生产不同的款式。这是生产车间，然后上面的这些个吊车基本上就是吊模具用的，这样它有时上模具，然后用这种吊车这种挂钩。